实我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已经有一个中国绿卡，别忘了啊。我们这个创业呢是主要是我跟三个中国朋友一起合作，然后刚好我们也想做的就是影视方面的，拍视频，拍广告片，也有计划，有这么一个策划，做自己的脱口秀在网络上，所以各方面的，但是主要是影视，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在2002年的时候，我搬到日本北海道去，2003年。我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一年之后，我有假期，我自己背着包到中国来旅游。在回北海道的路上，我就认识我的老婆。2004年，我是跟着她来到中国，所以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把我带到中国来，跟我老婆一起。然后在上海待了一年半，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大都市，那我就选择中国最南端的城市，那就是我们美丽三亚、浪漫天涯。我觉得我性格有点问题，在创业之前主要的工作是在亚龙湾做酒店管理，比如我在环宇皇冠工作了几年，然后换到希尔顿酒店又工作了几年，一直到我参加了中国红歌会以后我就选择不干了，然后辞职了，出来自己做一点事情。我不适合上班，做个上班族我天天觉得很郁闷，为什么给别人工作呢？所以我觉得对，然后能说是我比较喜欢自由。我觉得创业具体在影视这一方面，而且尤其是网络上是很有前途，很有发展。虽然我们去年才起步，而且起步阶段是最困难的，所以说我们的生意现在还行，但是还得努力，但是我确实对我们的未来还是蛮乐观的。我们拍了几部旅游类的视频，不仅是一些朋友，普通的朋友，更是政府相关部门也蛮认可我们这些视频，所以让我觉得很开心，而且希望以后可以多多跟政府合作。Iain在海南，就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Iain Inglis. 以我这个老外的视角去看海南，然后说一些我自己的感受。也许我会发现的事情是跟中国朋友可能不一样的，可能你们不会发现的，因为你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新鲜的，那说不定其他老外也会觉得很新鲜的，那就会吸引他们的眼球，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推荐去推广海南。其实现在具体创业手续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你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可能是更是讲你的做生意的原则，你有没有道德，然后你有没有什么创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一个主意，那我才可能愿意跟你合作。整体来讲，中国人不一定是先交个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那我会相信你，我才愿意跟你合作，对吧？这方面是跟国外西方国家可能有点不一样的，有可能我们不认识，但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我认可你的想法，我跟你合作，而且经常是在酒桌对吧？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意向想合作，先把酒喝好再说。但是我发现一个是我喝多了，我记不住我们讨论过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完全浪费我的时间。实际上那个俄罗斯人也好啊，或者英国人来到这儿有什么看的吗？就是有什么设施给他，我觉得那设施包括服务啊等等的，就是各方面都还没有完善啊。文化是一个，但是比如说英语培训是一方面，你说客人来这里就沟通不了，那是最痛苦的，那是真的是最痛苦的。我记得以前在华语皇冠有时候
说我会给员工带来培训。以前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针对很多亚龙湾的酒店提供一种专业的英文的培训服务嘛，但是很多酒店不愿意花钱去培训，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把那个英文包括俄文，如果你要把那些俄罗斯客人再吸引回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伊恩是一个很热情然后也很热心的一个人。上次在蜈支洲岛他发现那个英文指示牌有错误的时候，他就当时就纠正出来，然后并转达给那些岛上的人。后面的时候岛上人再请他过去的时候呢，他就是每个牌子都仔细的看一遍，然后又给他纠正出一些错误。然后对于他的工作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他那个有个视频叫伊恩在海南，然后呢就是把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然后来发现海南的美，发现三亚的美，对于推广海南推广三亚是一件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他在中国是很红的一个人，他唱红歌唱得特别好。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应该说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后来我是在动车游海南这个活动中，我看这个老外唱红歌很眼熟啊，突然我就想起来，是不是江西，就是我在江西工作的时候参加江西卫视那个红歌会的那个选手，我又去找他聊了一会儿，果然。所以我说我跟伊恩的相识是一种缘分，我觉得很搞笑很认真啊，而且很健谈，他特别喜欢三亚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在一起乐趣会很多。以前有过一些朋友，他确实这么说过包括我这次合伙人，有的时候都是其实我不想我不希望你来主持我们的节目，你是个中国人了，你不是个老外了，你没什么味道，你没什么意义了。谢谢。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好事啊，对吧？我可以融入这个社会，然后也说明中国朋友也认可我也应该说我也认可中国的习俗啊，那个什么传统，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互相的，挺好的，入乡随俗嘛。对我来说创客就是有创造力的人，有创意，发现什么新的东西提供给别人享受或者跟别人分享的。我觉得我们团队，我跟我这个合伙人也算是创客，因为我们近期的这个目标就是以我这个外国人的身份视角去在海南不同的小地方去发现新的东西，这个算是有创新吧，算是有创意，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创客。